吃吧。反正我在大唐已经是一个死人了，我可以无所顾忌了。以后我就不叫李十四了，我叫李长歌，我喜欢长歌这个名字。长歌，长歌。这是干嘛？这是要以身相许吗？哎，这月黑风高的，我好歹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你这样不太好吧？哎，你，成哥，成哥，成哥你。半夜搂搂抱抱干什么呢？啊，十四郎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一下就……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那你先躺一下。血？这怎么流血了？咪咪，吴小姐，李军师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没事没事，他没事，他没事。他看起来那么难受，走了他。哎，不是，他看起来那么难受，他受伤了呀。都说了他没事了，可是他明明……难道？难道我就说嘛，你带他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是女的了？你小子越来越不老实了。长歌身子弱，我们得给他送头羊补一补。长歌，十四郎的名字。这个十四郎原来叫长歌呀。你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？跟我说说呀。隼，